大家好，我是阿周，目前所在的地方是锦里，也就是武侯祠的旁边隔壁锦里老街，带各位进去里面逛逛走走。他这边画厂就比人民公园那边大。他不火也是因为你不火了吗？38块，那边卖多少？还有20，还有30。我可以问他差别在哪里？走吧，把这两手指。我知道你想买啊，问题是他那种销售的那表情那种态度。如果你今天只有他在卖，他可以听。韩祖珍。要不要一样一个？不要蓝色，这个颜色。
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武侯祠的隔壁，锦里老街这边人真的好多啊！今天还是平日，今天是礼拜二，人还是这么多。今天不会看吗？看很久。真的吗？我还以为只有宽巷子有这些呢，所以在经理上面。真的好多好多，
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尽孝道，中国美德。有够辣的，那一整锅卖锅底的。黄河嘞，带头嘞，哎，上，东莞一棍，这个王爷们本来挺紧张、挺害怕，见阎王嘛，可他一抬头。现在都没边儿了，你们仨人。我那个五块钱正好，咱们捏两块钱，咱们给就完了。你一个二嫂。没有吧？准备晚上吃饭吗？好啊。好的，以上影片是阿周在锦里所拍摄的白天情形。听说晚上是比较热闹，但是我不喜欢人挤人，因为太多人的话，空气也会变得浑浊，因为会有很多人抽烟。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